唱将最难猜选手见面后，被主持人质问你来干嘛？现在的综艺节目已经越来越多了，大家也都很喜欢看综艺节目的类型也很多，其中大家较为关注的应该还是歌曲类的节目。这些节目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喜欢的名气出现，其中一档节目《蒙面唱将》很受观众喜欢，这个节目也是很新颖，让选手戴上面具伪装样貌站在舞台上唱歌，之后评委将来猜测面具的他们都是谁。现在这个节目依旧在更新中，参加的选手也有很多了，而这个舞台上也出现了很多搞笑的事情。要知道有些歌手的声音很有特色，可以说是只要一开口大家就能听出来是谁。在这个节目中也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，有几位歌手到了这个节目上成为了最失败的选手，他们一开口唱，几位评委就已经知道是谁了，无奈不能马上说出来，还是要让选手再挣扎一下的。而且节目组不只是会请一些乐坛新人，还会出其不意的请到天王级别的歌手，比如很多观众熟知的黎明。接下来要是说出失败的几位歌手都有谁，就简单的说几个。伍清峰，他的声音还是很有特点的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上场还没有多久，评委就已经猜出了他的名字。而他为了多留一会，还给大家准备了才艺，穿着可爱的猫咪服装还趴在地上卖萌，简直就会各种放飞自我呀。还有一位是李荣浩，他有着独特的发声方式和温暖的音色，这就是他在和范玮琪合唱《龙卷风》的时候就很快被认出来，后来独唱的《如果有一天》更是将个人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，这首歌也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蒙面好歌之一。既然有这么好猜的选手，也会有很难猜的选手，真的是难为了评委团。而他摘下面具之后还被主持人质问怎么来这了史上最难猜的选手，这个选手的声音没有什么特点，所以观众也是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都感觉这个选手的声音很陌生。之后在这个选手揭下面具后，猜评团和观众也是有点哭笑不得，这个人居然是撒贝宁，看到大家都没猜出自己，撒贝宁也是忍不住笑出来。一旁的主持人戴军也是愣了一下，不过还是很快反应过来，直接问撒贝宁你来干嘛吗？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怕撒贝宁来抢他的主持人位置，哈哈哈。对于撒贝宁的出现，大家都没有想到，他也是央视的名嘴，没有想到的是唱歌也这么好听。